可是不打，就是还没有打。欸，你那个雪莉可以乖乖隐退吗？有没有打出雅雅？哦，是，有没有打出拜伦？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七级波克，那要选哪尼？选科尔特啊，兄弟！我是不打，其实还没有打。欸，你那个雪莉可以乖乖隐退吗？你就去竹林深处好不好？不要再出来害人了，乖乖隐退可以吗？还敢生气啊？说你这白痴，我没跟你抢脚。哦，我抓起。Holy crap, Polly！ 你打还跟比战呢、啊？隐退战，就你在搞！啊！你在搞！啊！你也失误了！我心态没了啦！有点菜的感觉啊 ！Nope， 我、啊、看你、欸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调整心态。没事没事，那雪莉超强，那雪莉四万杯最强的大神，他的思维是对的。他为了要 counter 那个艾德加才选雪莉的，我懂的。I got you， 隐退仔，我懂，我真的懂，我真的都懂。我真的都懂 ，I got you。没错没错，你就这么厉害，超强。哎呦，好烂！说实在，这样能赢我也是蛮意外的。这什么场次啊？有没有打出雅雅？哦，是，有没有打出拜伦？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开切，开切！我要全身灌注。全神贯注，能不能秀起来了？接下来，接下来，我靠你！起来，切起来！嗯啊，谁在说我血鬼烂的？哇，好爽！我血鬼都 RCN 六四学的、啊。盖卡枪。血鬼都 RCN 六四学的。哇，有点，这会有点太贪心了。我觉得卡要先打掉之后，给他回棒。吸一个，我们鞋柜绝对不能贪，
血鬼的重点就是不能白给，我们先稳住稳住气。好，准备来喽，可以了，他可以卡墙。吸三个，再可以再吸两个 ，OK， 吸起来吸起来，没事没事。好好，卡墙归卡墙，掏出来是要出来。吸三个，可以可以 ，OK 的 OK 的 ，OK 的 OK 的，开切开切，好，有有有有有，可以上精华可以上精华，开吸开吸。开切啊！开开切啊！结束游戏，结束 carry 起来，谢谢。三个钻二，你跟我说对面烂。昨天是昨天，我们不要把昨天的失败放到今天，我们要反省昨天，今天就呈现出来。哎，对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我昨天上班的时候被房客认出来，其实我早就已经发现他会一直不经意的看我，而且是笑着看我，笑着我心里发寒。后来最后一次，他就过来问我一个饭店的问题，什么游泳池啊、三温暖啊、健身房啊。他问完之后，他就笑着讲说：“请问你是莫蒂吗？”我就想说。我想这怎么可能？我的观众会来住我们饭店，因为我饭店一晚要三四千嘛，因为现在比较便宜，三四千就抖内就好了。不不，没有没有，有那种消费能力的客人会在看《荒野乱斗》跟玩，我就觉得比较讶异。重点是他最棒的是，我问完之后他就出去，然后他还买了一杯饮料送我。如果你在看台的话，谢谢谢谢你的饮料，安破吧，破应该可以。哇，一个自信拳脚哎，这一场难打了。我就帮他打小鸡，哇，好难过！我还要一直当低大的保姆，一直帮他打小鸡耶。赢了，赢了 ！What the fuck？ 这个小辣椒很猛哎、欸，这小辣椒买造型是有料的、欸。哎呀，这个走位酷！来来来，我帮你打小鸡哈，你乖哈。小鸡，我处理哈，滴答，你安心的丢吧。来，小鸡，我处理。啊干！看我这当，哦干，我这保姆当得很累呀、啊，一次要处理两个小孩。不行啊，我们没他快，我们没他快啊！小辣椒太神了！